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点，或者格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点，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总理再次强调发展旅游业以及提高外国游客消费的重要性。交通部长下令在新年7天长假期间要严格的检查公共交通车辆。泰国出口行业在今年头3个季度使用 FTA 自由贸易协议权益超过621亿美元。泰国中华总商会看好泰国经济明年首季度会好转。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塞塔总理再次强调发展旅游业以及提高外国游客消费的重要性。总理兼财政部长在刺激国内旅游市场政策会议上向旅游及体育部长苏达湾女士以及高层领导以及分布在全国的45个旅游办事处主任下达指示。总理表示，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在促进国内旅游业的发展方面有4个方案需要付诸实践，包括了促进2线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力争使泰国全年都能够成为旅游旺季，为游客提供出行便利，以及让游客有更多的消费。总理要求加快在2线城市的旅游以及消费，以分配更多的收入，同时在各2线城市也应该突出亮点，吸引游客，寻找游客感兴趣的产品，展现自身的优势，透过各地的软实力亮点来刺激旅游，认真做好旅游宣传工作，并设定适当的预算，用于举办各种推介宣传活动，以吸引游客。重点是全年都能够平均分配收入。与此同时，营销活动要以游客为中心，通过推出多种语言提供旅游景点资讯，并使用资讯图表在网站上向游客展示相关的信息，同时重视促进永续旅游业的发展。塞塔总理表示，每届政府都可能会关注外国游客数目的目标，但本届政府非常重视游客人均支出的增加，希望游客能像法国一样停留很长时间，以增加游客的人均开支。我们更关注的是游客的人均支出，必须想方设法让游客有更多的消费，使得在系统内流通的资金指标高于反映出来的数据。新一届政府执政已经超过3个月时间，除了旅游部门，还没有和任何国家有企业交谈过，因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引擎指标。旅游及体育部长苏达万女士表示，在接到总理的政策指示后，将考虑出台各种刺激国内旅游业的方法，尤其是增加外国游客的人均开支。预计今年外国游客的支出将为每人每次43000铢，平均逗留时间为9到10天。明年我们将要提高这一数字，但是具体能够增加多少
还得与官部门进一步商讨。旅游与体育部已向中央预算局申请6亿铢，用于刺激旺季旅游业，预计很快就能够提请内阁审议。国家旅游局长塔布林女士表示，对于总理要求增加游客人均开支的政策，国家旅游局并没有感到增加太大的压力。在旅游收入最好的2019年，每名外国人客的人均开支较上年增长 2.5% 到 5%。 至于明年会增加多少，国家旅游局将会根据总理和旅游部长的政策努力增加旅游收入。至于总理关于增加俄罗斯游客前往二线城市的旅游路线，国家旅游局将与俄罗斯航空公司协商，让飞机在乌隆塔尼府降落，然后再前往各府。俄罗斯游客也比较喜欢以这种方式入境泰国。至于用于刺激旅游的预算，可能还剩下5亿铢，因为中央预算局可能会削减原本计划在今年10到11月开始实施的项目。交通部长下令，在新年7天长假要严格检查公共交通车辆。交通部长苏里亚下令对公共交通车辆司机进行严格检查，估计2024年新年7天假期，也就是2023年12月29日至2024年1月4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人数将会达到1584万，较去年同期增长 12%，而曼谷市和周边地区就高达1410万人次，增长 14.6%， 跨府出行为180万人，下降 3.3%。 针对上述情况，交通部长苏里亚要求隶属交通部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的长途客运公司以及相关单位，加强对公共交通工具驾驶员的检查，以确保安全，预防可能发生道路交通意外事故，同时要求公共交通系统做好提供安全服务方面的充分准备，以提供便捷、安全和无滞留问题的服务。此外，他还责成有关单位加强公共车辆的管理制度，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加强酒精度、毒品和健康检查，包括司机感冒发烧的检查，如果有发烧或者身体不适，一律不得驾驶公共交通工具。因此各部门必须要做好为各地区民众出行提供便利时要以人为本。与此同时，交通部在新年假期期间成立公路交通意外事故预防及减少中心，在假期间开展安全驾驶宣传活动，并从各个方面降低道路交通意外事故的各种危险因素，目标是尽量减少意外事故，特别是道路交通意外事故，因为这是造成民众生命和财产损失的主要原因。交通部长苏里亚表示，要求隶属交通部各单位利用包括了 CCTV 摄像头、GSP 系统来协助道路安全监管，同时也要求广大民众配合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维护交通纪律，谨慎驾驶，重点是减少危险驾驶行为，不要超速驾驶，系安全带，戴头盔，开车不喝酒，瞌睡不开车，不得逆行，以及在乘坐水上交通工具时要穿着救生衣，行经铁路口时等重要路段时要保持小心警惕驾驶。出口业在今年头3个季度使用 FTA 自由贸易协议权益超过621亿美元。根据商业部国际贸易厅长论德龙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头3个季度，也就是1月到9月，泰国使用自由贸易协定 FTA 贸易优惠权益的总出口额为621亿9千万美元。
泰国使用 FTA 权益比例高达 82.9%， 其中使用贸易优惠权益出口最高的是东盟自贸协定 AFTA， 出口额为224亿7千万美元，占使用权益比例的 36.1%， 其中对印尼出口的比例最高，达54亿7千7百万美元。位居第二的是马来西亚，出口额53亿1400万美元，对越南出口额51亿8000万美元，对菲律宾出口额40亿5500万美元。享受优惠权益比例最高的前五大产品，依次是货车、蔗糖、石油和沥青矿物油、小型巴士、窗式或者壁挂式空调。国际贸易厅长论龙表示，除了东盟自贸协定外，泰国使用贸易优惠权益出口排名第二是东盟中国自贸协定 ACFTA， 出口额187亿6200万美元，占使用权益比例的 94.3%。新鲜榴莲产品仍然是使用贸易优惠权益比例最高的产品。排名第三的是泰国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享受贸易优惠权益的出口额为51亿9300万美元，占使用权益比例的 76.9%。 使用贸易优惠权益比例最高的产品是鸡肉和鸡内脏等加工食品。排名第四的是泰国澳洲自贸协定，享受贸易优惠权益的出口额为46亿4200万美元，所占比例为 63%。 使用贸易优惠权益比例持续增加的产品是柴油或者半柴油发动机的汽车。排名第五是东盟印度自贸协定，享受贸易优惠权益的出口额为41亿1700万美元，占使用权益比例的 69.2%。 使用贸易优惠权益比例最高的产品是铜线。泰国中华总商会预估泰国经济明年首季将会好转。泰国综合总商会主席林楚钦表示，今年11月23日至12月7日期间，泰国综合总商会对其荣誉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及泰国中华总商会联合会主席、执行董事及泰国中华总商会的430名新创企业家一行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从2023年第三季的消费和投资数据来看，有迹象显示泰国经济开始好转。调查发现 60% 的受访者分别对泰国经济将在年底前持续良好状态充满信心， 17% 表示非常有信心。关于泰国经济的机会和威胁，考虑到出口和家庭债务问题对经济的影响，今年前九个月商品和服务出口较2022年同期相比仅仅增长 1%， 泰铢价值也有所波动。在2024年出口信心调查中，关于出口是否将按照 3.6% 的目标扩大， 74.4% 的人认为有可能，11%的人认为很有可能。各位听众，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我的收听。